大家好，我是肖妈尼，今天介绍一个酱汁芫茜腰果酱。芫茜腰果酱里面有一个材料是腰果，腰果里面天然的油是对身体是非常好的。首先我们将预备一个大的碗，将所有的材料倒下去，芫茜，跟住就有这个鱼露倒埋落去啦，姜蓉、辣椒、少少糖，呢个原糖嚟嘅，跟住少少盐啦，腰果，呢个系预先咧系炸好咗嘅腰果，跟住就滋一啲柠檬汁落去，将所有材料挤好晒，攞个碗度就可以开始打咗，变咗个酱汁。芫茜腰果酱咧，本身嗰个芫茜咧就系生噶嘛，咁就嗰个腰果就系轻炸过下啦。咁就有咩好处呢？咁呢两样嘢咧，一个生一个炸咧，咁就可以咧去达至一个平衡嘅效果，就唔使惊话怕热气。